就是我梦中情走。你看那个皮皮，最近我看刘畊宏跳操我都看瘦了，今天我要弄个虎皮肘子补一下，给他刮起刮起，洗干净哈，洗干净了给他焯下水，冷水下锅，加葱姜花椒还有料酒去下腥。哎呦好重哦，在皮上挨着挨着给他炸起眼。嘿嘿嘿，这个炸起好解压哦，你要不要来试一下、啊、不了，就把他想象成刘儿媳。我是一个柔弱的女人。哇哦，可太柔弱了，只是一个能扛煤气罐的柔弱女人。对，趁热倒上老抽，给他上个色，涂抹均匀，做个马杀鸡。好了，可以了，等他在那儿风干，肘子差不多了，起锅倒油，油稍微多倒点哈，把那个肘子给它炸一下，六成油温下肘子。哇哦，两面都要给它炸到哈，炸到它焦黄，起那个虎皮皱皱就可以了，捞出来把它放到冷水盆里头给它泡上半个小时。你看那个漂亮的虎皮已经泡出来了哈，现在我们把料炒起，锅里有底油，放葱姜蒜干花椒海椒各种香料，给它们炒香炒出味儿，然后加上一勺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加水稍微多点哈，因为我们炖的时间比较长，刚刚腌肉的老抽倒进来不要浪费了，再加上生抽盐胡椒粉料酒，给它们搅散搅散，然后把肘子放进来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炖两个小时。亲爱的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亲爱的你张张嘴，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。时间到了，关火出锅。哇哦，哎呦哦，那个肘子一般，你看都已经落了，炖的就是我梦中情肘。哦，哇，好重！哎，走，轻轻轻轻轻轻，免得皮子烂了。把碗头汤汁给渣渣打了哈，然后加上一点水淀粉，把那个汤汁给它熬得粘稠。把汤汁浇到高头，哇，我感觉我要吃五碗饭今天。来点可爱的小葱花，我要饭去了哦。哎，我先尝一筷子。哎呀，你看那个皮皮，沾点那个汤汤，嗯，入口即化。再来一块，一定要裹点那个汁汁。哇，那口吃的还蛮多。再来一坨瘦嘎嘎。来来来来来，瘦肉不好吃，要肥的才好吃。我来吃一些你不吃的肥肉。乱说，明明就是你爱吃的肥肉。啊，你吃来，我跟你换。嗯。那个白煮菜也好吃，主要是泡那个肉汤里头。那可不，肉汤呢？最主要是要干点那个汤汤，拌下饭。哇，那个饭饭味道好爽啊！啃啃苦茶，你来吧。
那手里给你。那个骨头高头其实没得好多肉的，真的。来，啊，我把饭吃了，丽丽姐辛苦。吃得干干净净的。今天视频到这儿哈，祝大家有个好胃口，拜拜。来，我洗碗，我洗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今天是大年初七哈，应该都上班了吧？所以说今天我准备做一个那个腐竹红烧肉，祝大家生活富足，然后工作啊红红火火的。把那个皮子给它捞一下哈，去除皮腥味，捞成那种焦黄焦黄的就可以了哈，给它刮起洗干净。洗干净那个五花肉哈，给它改下刀，切成大坨坨，莫切小了哈，切小了的话，等会儿它要缩水。来嘛，来嘛，来嘛，哎呦，来小猫猫。看那会买那个五花肉好安逸，一层肥一层瘦一层肥的。那种五花肉吃起就是肥而不腻，安逸得很。你吃那么大一坨坨？哪有好大嘛？那个焯了水，到时候煸炒一下就没得好大了。加上葱姜、料酒、去腥三件套，可以了。把那个肉捞出来，给它清洗干净。热锅凉油，先把那个锅儿炙一下哈，要不然等会儿煎五花肉的话，那个五花肉全部都扒到锅上了。把五花肉倒进来煸炒一下，煸炒得有点焦焦的，那个样子的话吃起不油腻哈。把它捞出来，捞出多余的油，然后利用剩下的油我们炒个糖色，炒到焦糖色冒泡泡，把红烧肉倒进来，再加上葱姜一起煸炒出香味，再加上一勺豆瓣酱，一勺甜面酱，增加风味。可以加水了，加上一小勺胡椒粉，生抽老抽来上一点，加上一点十三香，来一点底盐，海椒花椒来上一点，放上锅盖，给它慢慢炖上一个小时。你在干什么？干嘛？玩游戏。玩什么游戏？玩那个你比我菜。嗨，因为什么惩罚？惩罚就输了你洗碗吧。洗碗可以，洗碗可以，来洗碗。以前放学就看两个动画片。小哪吒。不是，那个动画片叫什么名字？大风车。啊，对，三个字。蜈蚣两个字哈，蜈蚣两个字。蜈蚣。嗯嗯。功夫。功夫就是那个一个人功夫很好，李小龙，日本啊，不是，他打败了日本忍者，不是，中国的，是中国的，他，假的反义词是，陈真，对，还对两道题吗？哎，平时烧火，然后会在边上放一些东西，红烧，对，然后什么？烤红烧，几个字嘛？三个字，烤红什么？烤红薯。对，不。哎呀，一般会烧什么？就你那个。热水。对。热。三个字。热水什么？热水袋。对，三个字。Ready go。是，就说这个什么呢？几个字？三个字，我们一般上文言文，学文言文是上什么？语文课。对。哎，哪么回事啊？哎，我们再来一盘。不来了。再来一盘。不来了，你输了。啊啥？怎么回事？
然后回去联系一下，思考一下这个问题。那个肉基本上已经炖趴了哈，我把里头那个渣渣给它打了，把腐竹放进来一起烧个五六分钟就可以了哈，把它烧软烧入味。洗碗，怎么样？嗯。哇，看起这个色泽，哇，哇，这个，哇，太好吃了。我皮子真的是好好吃啊，糯叽叽的。这是那个儿菜泡的咸菜，嗯，好好吃啊。嗯，这个咸菜一吃，两碗饭都打不住。那个腐竹吸满了底下的汤汁，变得好好吃哦，像肉的味道一样。满足。满足哈。吃到那盘红烧肉，心底一面红红火火。看那个红烧肉，那它烧气不大了噻。嗯。现在你以前我记得光是瘦肉，现在是不是觉得那个肥肉也很好吃？一点点都不肥，是不是？一点都不油腻。就是要吃那个稍微带点肥的，还有皮子的那个五花肉才好吃。光是那个瘦肉的话，烧起来柴。嗯。Oh.
要碗饭。嗯。再要碗饭啊。没有那个咸菜，我也要再要碗饭。